四楼前左方图，万流归宗。弥勒祖师慈训，在挫败之中不忘上进，在穷困之中不忘行持，在苦恼之中不忘欢乐，在造罪之中不忘忏悔，在获得之中不忘施舍，在失败之中不忘坚强，在艰难之中不忘了愿，在分歧之中不忘同一，在犯过之中不忘自新。四楼前右方图，万众仰止，止院长大人慈训。永恒的信心是维持灵光不灭的由源，灯塔之设立必须有不惧风雨来发挥它的功效，不畏孤寂，尽职岗位的守护者，引导在逆海迷行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。 P20广场大门牌楼左，神光慈辉仁义存心普被愿人。右，原处真如中和一性道法自然。
广场大门牌楼内面文字：圣玉贤观选圣道场，3600圣，48000贤。附注：善书有提到三期末节开科选，考拔佛子正大罗。一楼大殿后面有和老前人史记馆及图书馆，韩兴义三贤、张武成老前人、邱鸿儒老前人、盛考斌老前人、知图文以及元德帝君和宗好老前人、一手大仙陈春来前人、周茂年前人之照片，还有国内外道场佛堂及活动照片、图书文物等。二楼也有图书馆，有名书法家陈阳正先生赠送之心经、金刚经隶书体墨宝及刘禹锡陋室铭墨宝，其他书画作品。另外还有营队活动参考书籍。